宫崎骏，气烦。由于大家敲碗已久，所以今天又有电影 BOSS 来出关于宫崎骏的题目喽。白发迷汤头发是要转运哦，我的头发转个弯，我的运气就跟着转个弯，就不要转回原点。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喽。不理我啊！神隐少女，哇，这个得很多奖哦。他爸爸妈妈变成猪那边，我觉得超级惊恐。小时候就会很相信这种事情，然后因为我妈也很爱吃，我就很怕她变成猪了。最终白龙因为偷了印章而受到守护咒语而感到痛苦，小千给他吃了河神赠予的一半丸子来解除咒语，剩下的另一半丸子最后给予谁吃下呢 ？A. 小千的爸爸妈妈 ，B. 无脸男 ，C. 汤婆婆。等一下，应该是这个吧？是这个 A B C 无脸男，他给他吃干嘛？因为他就不吃了一大堆人嘛。对啊。然后小千给他吃了那个东西之后，他就开始吐。啊！忘记了。接下来就是我们龙猫，龙猫，你们看过吗？很久以前，很久以前，我也是蛮久以前看的。剧中小梅最啊，我知道有这三个 size， 啊，真的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我猜是 C， 我也猜 C。呀，好可爱啊！吉普力它的那个标志啊，就是龙猫。那你们画得出来吗？不要偷看我的，我不会想要偷看你。噔噔，下一题，霍尔的移动城堡。霍尔至今应该还是我宫崎骏里面最喜欢的。你们最喜欢的是谁？无脸男。你最喜欢无脸？没有。我应该喜欢天空之城。那个有点像你，野小孩的感觉。野小孩。霍尔的城堡门口中有个颜色转盘，能通往各个地点，其中绿色是通往什么呢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个也太难了吧！等一下，我答案是 C。我猜 A 应该是红色 ，B 我就猜是蓝色。下一题，刚刚才复习的哎啊！我最喜欢的男主角是中介啊！中介是很赞的男主角，超赞的，因为他很专情。对对对，波妞是哎，这题也太简单了啦！这是我们街坊正好有，答案是 A。听着的。下一题，天空之城。天空之城，好久以前看的，以前小学课直笛就是一定要推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影少女啦，等等等等等等，西达与巴鲁一同念出了毁灭咒语，后来天空之城拉普达那个咒语是什么？我的脑袋是哪里有问题啊？为什么我会完全不知道？我猜是 C。魔女宅急便 OK， 我昨天才看的。琪琪所饲养的黑猫吉吉，新年龄为几岁？啊，剧中没有说啊。好像有哎。有吗 ？B， 我写 B 哎。哦，他跟琪琪是同年同月同日的。昨天看的时候啊，我就有想到黑猫宅急便应该是从他们那边得到灵感。哎，宅急便很早啊。黑猫很像那个黑猫，很像那个吉吉。对，宅急便。我以前看魔法少女的时候，魔法是魔法啦。我还魔法少年假修嘞！我以前看魔法公主的时候很阴影耶，它里面的那个三兽神，然后还有他们那个邪魔神，很可怕。剧中小桑如何喂食因伤而无法进食的阿喜达卡呢 ？OK， 这题超简单的，这是名场面。哈 ，C， 对啦，是 C 啦，好 sad。红猪，那只飞行猪，这是我很后来才看的作品。不知道我们街坊有部片，有人把蛋头博士讲成红猪。剧中红猪发现天空有条长云，其构成的原因是什么 ？A. 巨大型轰炸机经过所产生的凝结尾迹 ，B. 流星坠落地面前划过天空的痕迹 ，C. 众多飞机灵魂聚集在天空形成景象。好，你们猜什么？我猜 C。啊 ，Yes。OK。风起，风起，是不是很
喜欢飞机，他很爱飞机，超多部都有飞机的、因为他爸爸好像是飞行或航太之类相关的，所以他一直都对这个很像。剧中主角在真实故事中的名字是什么呢？真实故事哈，我有看到，谢谢。可他有在里面有讲到、哦？没有没有没有讲到。我 Netflix 按暂停，他不是会出一些剧情简介，然后直接写说这个是改编自二战谁的？啊，我没看过，我没有按暂停，就是他自己哦。下一题是风之谷，会有看过吗？这个是有玩过风之谷。风之谷的古老传说说，蓝衣人将降临在金色的草原上，并引导人们且带来希望。剧情中金色的草原指的是金色的阳光照在什么上？答案是 C。哎、欸，对吗？姫姉様、真っ青な異国の服を着てるの。まるで金色の草原を歩いてるみたい。下一题，剧中无脸男吃下谁获得说话的能力呢？翻台湾跟青蛙不差。好，我写翻台湾。我也写翻台湾。哎。これは腹が減った。腹ペコだ。就是在汤婆婆汤屋里面工作那些人都长得很像青蛙，眼睛都超看，说不定他们是翻台湾。下一题是剧中小梅探望母亲时迷路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哦，应该不是迷路，我猜不到，是摘玉米哦。这题你们有印象哦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バカめい。下一题，剧中谁帮忙苏菲在荒地找到了霍尔的移动城堡呢 ？A. 卡西法 ，B. 稻草人吴京 ，C. 霍尔。好，好，答案是 B。B 这个很简单。下一题，剧中波妞在何种情况下变成半人鱼呢 ？A. 舔了宗介的血液 ，B. 碰到了父亲的生命之水 ，C. 与宗介亲吻。答案是 A， 舔了他的血液。而且我记得他舔了之后，他爸爸还说什么很脏很脏，但他想要变成人类，他爸爸就一直嫌弃。下一题，空中海贼朵拉一家朵拉亲生儿子有几个？那个，阿贼太多了吧？好，我猜是 A。下一题是剧中琪琪失去魔法的原因是什么呢 ？A. 离家时间过久 ，B. 使用魔法过久 ，C. 生活压力过大。好现实。对啊，对了啦，应该是。三二一 ，C. 呀，好险好险。他跟那个老奶奶很用心的准备孙女的派对的。对，我有印象。结果他去到孙女又不领情，还嫌干嘛要拿，他是很难过。下一题，剧中阿喜达卡为了不让小桑与黑帽大人互相攻击，被何人用刀划伤了脸部呢？感觉阿喜达卡是霍尔出现的时候最帅的女主角，谁是全三啊？是黑帽大人旁边那个。B 马可帕格特 ，C 奥格洛 ，Coco Rosso Nicolo Maruco。我觉得那只猪长得很像这个名。Maruco。好 ，OK Maruco。我觉得它长得像 Marco。ともえ。Maruco ありがとう。いつもそばにいてくれて。泰迪是剧中主角第一次在火车上捡到的女主角被风吹走的帽子。多年后接到女主角被吹风吹走了什么呢？我还没看到多年后哎，遮阳伞吹不太动吧？好，答案是 B。他接到了他的遮阳伞，很大一只，从那边这样飞过来，太厉害了，自己。下一题，福海中剧毒的瘴气，其毒素的来源为何处 ？A. 菌类的孢子 ，B. 污染的土壤 ，C. 昆虫的毒液。瘴气是那个肚子，这应该没有陷阱。B， 你看的都对，所以那个孢子其实它没有毒，有毒的是土壤，因为土壤上面有。哦，白龙的本名日本史。日本汉字跟中文翻译。好，我觉得我应该知道。B， 哇，我们知道是中文翻译。以前以
为白龙是女的，我还以为白龙是爬石量。下一题，剧中龙猫被命名 Totoro 的由来是啥？这我会。ABC， 我嘞，哇！啊，他就讲豆豆豆啊，是吗？他发出的声音是豆豆豆豆豆豆豆，没那么快吧？豆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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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唱声音。下一题，卡西把哪种状态下会变成粉红色呢？B， 他最后被 Sophie 亲的时候，啊，好像有变成粉色。他那时候差点死掉的时候，好像是变成蓝色。蓝色。哦。下一题，向日葵之家的老奶奶们被谁讲到波妞是人面鱼而被喷水？方家纪子还是陈呢？这我会。啊，这个真的要刚看完才知道吧？对呀。行。哦，难呢。人面魚じゃない。また徳さんが津波だなんて。昔からそう言うんだよ。那我们下一题，天空之城普拉达，拉普达，普拉达哦。拉普达能一直漂浮于空中的能量来源是什么 ？OK 啊，就很 OK 啊。答案是飞行船。見たまえ、この巨大な飛行石を。これこそラピュタの力の根源なのだ。下一题，巨墨蜻蜓就是那个男孩，从哪种飞行器上发生意外，让琪琪恢复魔力，拯救了他？哎，不对，不是这个。啊，你不是在看？对呀。我刚刚想成他摔倒了，摔倒是自制飞行器前面加分。OK， 加分。下一个是魔法公主。魔法公主故事发生时间设定在日本的哪一个时代呢 ？A. 镰仓时代 ，B. 不知道是室町时代、室町时代 ，C. 江户时代。好了，不要用猜的，这我真的没有。谢谢。Yes。我连这个时代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大和との戦に敗れ、この地に潜んでから514年。下一题是巨墨红珠如何击败卡蒂士？用机枪扫射。好，答案是 A。我在 C， 因为他们两个最后是跳下来互揍对方。是啊。然后我在想，他最后是怎么击败？对，应该就是那一拳，然后把他。哎，那你红珠还是三牛队啊？对啊。哦，红珠三牛队哦。对。下一题，谁讲到飞机是个美丽却受到诅咒的梦想呢？我还没有看到这一句，却受到。猜 C。C， 好，答案是卡布罗尼，就是出现在他的梦里面的。对，他们两个共享同一个梦。对啊，是真的，应该是真的。他一直很崇拜这个人，他觉得他跟他有一样的梦想。接下来是风之谷的古老传说，蓝衣人将降临在金色的草原，并引导人们且带来希望。剧情中，纳乌西卡的衣服染上了王虫的血，而变成青色。染色之前的衣服颜色是什么？这个不是很简单吗？最后是变青色，没错。红色加什么会变成蓝色？绿色。哎，王虫的血是什么色？应该是红色吧。好，答案是 A。血不就红色啊？衣服就红色啊。他每次误打，他每次都误打完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次的分数是小兵21，方爱19，方鱼16。OK， 那没想到基础题就那么难。不会是电影？我真的每一部都看过。好，那我们看我们要恶补一下，怎么去应付下一次的考题啦。你们最喜欢哪一部宫崎骏电影呢？还是评论告诉我们。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叮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拜。我觉得你还是去台北转运站。想去应付下一次的进阶版的考题啦。嗯哼。留言。哦。嗯嗯。可以，赶快接着。很尴尬。因为在等你接。我。啊。我跟。哎，真的不知道讲什么。